我我发现你很常纠正别人，就是讲说你是演艺员这件事，啊、而不是田艺员嘛。嗯、可我就觉得，可是你的名字就取成这样，大家都觉得你在闹，嗯。然后你突然又很认真说，不行，你要认真看待我名字，就是觉得非常、嗯、没有这国民常识、啊，这不是公民常识吗？你说知道人家是姓什么，<我>这不是一个公民常识吗？搞不好你是复姓啊，你是复姓是我的复姓不分 <laughs> <哇> <laughs> 阳光呢？颜 <music> <laughs> 色填橙，然后最后一个字是单名，没有你单名节啊？OK OK，翻 <laughs> OK 翻，我不知道这在有有抓有捕捉到我翻白眼的画面吗？<laughs> <laughs> 应该可以，<laughs> 可以可以连翻翻白眼的声音我们都可以抓进 <laughs> <laughs> 就是有时候想纠正一下大家，有时候是觉得说，我们有时候在谈事情，在正式商务谈合作的时候，也很容易被叫人填议员。嗯、那正式谈合作的时候，你叫我填议员，我就觉得说，嗯，好像不太好哟。就是你就是。 是不是就可能没有很仔细的做功课这样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哦,哦，那是不是请你们改一下这样子？哦、但是有时候在跟大家讲，就是作为一个谈资吧，跟大家动一下好不好？就有点像是一个 ice breaker 的感觉。嗯、對,啊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因为我看所有的新闻，基本上<對>因为我打天神节出出来，基本上所有的新闻就是嘉嘉义市议员天神节。 田圣杰啦，可是很多嘛，不好意思，可是很多嘛，很多新闻都直接讲徐巧蕊了，你就知道。台北市议员徐巧蕊。田圣杰是谁了？田圣杰，田谁？我刚刚已经听到他说一次两次算了算了，不行，录音。刚刚很认真，他很认真发田圣杰，我说这不是圣是圣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我讲毛利好了。Anyway，所以就是其实连新闻都会写错你的名字嘛？对，对他就是连你的姓都不会写对，那怎么办？他们是。 嗯、呃，我觉得那就这样、啊，我也不想跟，不是我不能说不想跟记者媒体讲，打交道，但其实一直去更正这东西有点麻烦，这样子，你们不要别笑，是你们心声，<覺><就>心话乱说是来的，感觉好像就是新闻对你。 有伤害过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呃、我觉得新闻媒体不算友善。就是我本来其实也是念运动资讯传播嘛，就是做尤其是新闻媒体相关的东西。嗯、但我觉得媒体就是其实这是真的很嗜血，就是很需要流量。嗯、那为了制造流量，他们会讲很多，就是只就是比如说我在脸书上讲一些，哦、啊，我想要就是咨询的方向啊，然后什么证件发表等相关的东西，然后提出一些议题，希望大家可以倡议一起来关注的时候，他们都不会报道。 他们会报道说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会说什么？<laughs> 嗯，就是问大家说，诶、欸，最近平安吗？什么之类的，他们会报道一些呃无关紧要的东西，然后有点是像是刻意包装成一个，就是把你包装成一个无脑的,的花瓶，花瓶<對>这样对对，这、就是媒体想要做到的事情。就是他们这样写，那大家如果记得我也没有关系，就这样。 就大家如果可以记得，然后记得我这件这个人之后，后面再愿意我这些倡议的议题，他们如果愿意了解，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，这样子、嗯。不，说到你倡议的议题，其实第一个最大的议题就是在你的名字呃改名之后的名字里面嘛，对对对就是性专区，<是>呃<对>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那时候台<对>呃南投对的那个性侵案的那个<对>被。被 被刺案的那个的，我们要讲疑似亲亲跟疑似被刺案。啊，对，不然的话我可能我們,我们可能要罚六万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就是我的名字啊，怎么了？哦、<laughs> 对，疑似<式>对疑似，那那时候就是你为了这个事情，然后跳出来选，其实要出来选嘛，<對>然后让大家了解有这个问题，还有言论自由的问题。对，好，那。 那你现在成为了议员之后，这个事情有后续吗？哎，应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啊，嗯、好好就是好好就是当初会改这个名字田胜杰，其实是他讲的是一个男头，当初有一个高中生，然后呃疑似连续性产就自己同班同学长达两年的时间，<哇>就是其实非常长一段时间。然后这件事被爆出来以后，可是因为他们未成年嘛，嗯，所以因为未成年有效保护法的关系，他们不能被公布姓名这样子。嗯、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就网友说发现这件事，然后就想说。 诶，他爸爸因为在刚好在警政就是单位服务，然后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吃啊你就不能讲他，然后大家就说、嗯、不行，我们就是要讲起来。大家有时候中二之魂燃起来就会想讲，说不行，我一定要讲。然后他们就是很想讲，可是讲然后然后然后县政府就说你这个违反《儿少保护法》，我要罚你六万块这样子。嗯，所以、嗯、当初会说讲这名字会被罚六万的由来是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希望说，诶……’ 我可以光明正大让这个名字被念出来，把它加入了我的名字里面，然后在唱票的时候，真的就是被他 <laughs> 他大声的, <laughs> 的大声的大家附附送这样子。<laughs> <laughs> 结果一堆人误会那是你原来的弟 <laughs> <laughs> 还有说那是我前男友嘛？他说我觉得这是不你是前男友，<laughs> 你要纪念他这样子，<laughs> 这怪、個、掉了啦。<laughs> <後> <laughs> 那那个人他理论上现在已经成年了嘛？对，他成年，可是因为他这个东西，就算他现在是成年的情况下，他还是受到魏超就是当时的《少年宝法》。 啊、的保护这样子，所以他就是你没有想知道他最后是怎么样。这我，我身上都找不到，这不会公开的。那你、就是、你自己有在追踪这个案件我们追踪了，但是也不能在现在讲出来。对，<Okay. S 2> 我们我们有想去找、這個，但但是呃，我们这边不能讲。但我觉得就是，这就是这个就是法法规的限制，让你没办法去。 知道说，哎、欸，最后他是真的得到惩处，但我觉得法律就是相信他们可以改过自新，所以才把他们名字隐藏起来嘛，然后希望他们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，嗯、改,改过自新、啊。应改,改过自新了，对。嗯、可是，但我觉得这东西，你说我们实际能做到什么？我不能修法，我不是立委嘛，就不可能做到这件事。嗯、我是一个议员，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是让大家倡议，然后注意到这个议题，说，哎、欸，其实这个东西在。 而少性侵是很常发生的事情，就是稍微讲一下，就是在二零二二年的时候，嗯、有百分之五十七的性侵受害者都还是未成年。 百分之五十七，百分之五十七就是全台湾还是加一而已？没有没有全台湾，你上网就可以找到了。哦、然后這這，这以為是加一这么猛，原来是台湾这么恐怖。没有，對<哇>對台湾就是这样，大概是八到九成都是熟人性情。熟人不是多，嗯、不是说那种哎、欸、真的很熟那种，就是他们是认识就算熟人。有八到九成是熟人性情。嗯、然后是那这些里面直系又比旁系的更多这样子。哇靠，直系、嗯、哇！ 对，所以这其实这是一个很很，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個。哎、欸，你我们可以借由这个事件关注到，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未成年的儿像他们都刷这种性，就是性侵害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最近有很多新闻做，也是报道，嗯、就是未成年的被性骚扰这样子。 我我非常支持你做这件事情，但你会不会觉得你改了名字以后，嗯、大家就会觉得你比较爱开玩笑，然后不把你的问政或是你的倡议当做一回事？你觉得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觉得年轻的女性从政者本来就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改名就会 <laughs> 就是都会这样，当然改了名字以后，他们会一定会觉得说大家都很乱，家艺都是乱选，家艺人脑袋有问题这样子，就是选了这样的艺人出来这样子。但是蛮多不满的，<laughs> <laughs> 被贴很多标签 <laughs>，就大家都想骂，就是想骂一下，就是看到就想骂一下，尤其是。 是大家对于漂，哎，我讲自己漂亮很不一啊、嗯 <laughs> 嗯，你看看你政坛上的伙伴们，你很漂亮。看看嘉义市议会。<laughs> <laughs> 这么感去，哎，我们家嘉义市就有很漂亮，有漂亮，真的有很多漂亮的女生，真的不要不要这样讲，就是应该说真的，真没有没有，我是认真的。嘉有个什黄什么黄思婷，对对啊，对啊，我记得他们家都很漂亮。哎，这是标准的猪哥票，你就一定会看到。不是不是，因为那个是有认识的人的姐姐。哦，OK，好，嗯，对对，就是真的还是有，就是我们不要讲，就是呃，稍微比较粗。 <laughs> 就比较漂亮，我觉得你不用做不好意思，<laughs> 因为我觉得我也蛮漂亮，你就大方讲吧。连凯莉都可以讲的时候，<laughs> <不是 S 2> 他把那个 bar 设的很 low，<laughs> <不>是,是每个人都可以说，蛮漂亮，蛮 <laughs> 漂亮，<laughs> 不是，就是稍微有点姿色，我觉得还还有那种很富有，甚至做人真的好辛苦，要这么保守来形容，<laughs> 啊、就是有点姿色，或是。 稍微有有，就是我们用外表，就是很常发文的时候会发附上自己照片的，然后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注意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大家就想骂我们，这很正常这样子。嗯、没事就其实你附照片，其实只是想要让大家看文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出奇率有关系。对、啊，<laughs> <laughs> 演说出奇，我在演说深耕多年，以前做演说实况组嘛，所以在那边深耕多年，知道就是哎。欸 我们发文照片不要附太多一张就够了。就是我的风格就是这样，一张就够了，然后一张就有触及，就太多张反而会没有这样子。那你自己为什么会呃想要推性专区这这个议题？呃，因为其实老实说，在之前社会法在二零一一年的时候、就是，社会法是呃社会秩序维护法，嗯、就是像大家其实大家讲说，怎么可能会成立？就是更没有法案，我要推动这个法案才能过。没有，其实在台湾在二零一一年就已经通过这个法案了。然后就说通过之后，中央就说哎。欸 地方政府可以自己来设立性专区，就把这个锅丢回去这样子。嗯、然后只要地方说哇，可以设立专区，但是没有人敢设，为什么？有房价怕被骂，怕被骂，房价的考量。对。大家都想要性赌场，不想转开人家附近。大家都想要性专区，但是不想要性专区开人家附近，这个很正常这样子。OK。然后还有，当然还有选票考量。你出来唱，议这个，你很也有可能会失去，先失去妇女票。 哦，长辈、oh, 票、妇女票等等的都会。那可是你上一次在选的时候，主打的就是这些这么硬的议题，那你是怎么样沟通让大家把票都给你的？呃，我那時候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做所谓的，就是所谓的。 陆战就是我们没有，实体，哦、空战，我们只做空战，我们没有实体的，就是活动的、哦、很少，就只有一天，这一次就是嘉义的选权之夜是我们的传统这样子。那空战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让吸引更多原本不关注政治，然后对政治已经厌恶的人，然后愿意回家去投票这样子。嗯、因为我相信很多嘉义很多呃北漂的青年或是在外地工作的青年，然后可是年轻人就是打上班已经很累了，打开脸说：「大家蛮。 互相骂，那觉得看政治好累哦，嗯、更累了，然后不想关注政治。然后很多人，你问人家愿不愿意投票，他会说干都太烂了，不想投。对,对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都很烂，不想投，宁愿不投。我们希望吸引这样的人来关注政治，然后愿意回去投票。嗯、那时候的目标的群众是这样子，啊、所以你真的有吸引到不少年轻人回来。你主要的受众是年轻人，对,对。可是然后、呃，而且还是有没有诸葛？ 因为你看你长得漂亮，呃、我们。<laughs> 但你你怎么有办法演拿那张票上面？<laughs> 除了那个，他那个张是是一个猪在上面吗？不,不是自己会带。<laughs> 一下是什么？们这样感，体感，体感，体感，这难体感，这么体感还要做做口罩？这空气票要怎么体感？不可能体感这样子。就是你说有没有？我们分开来讲哈，受众有没有很多年前有？但而且其实有女生，因为在选前之夜是我们家一个很特别的传统，在投票前一天都会去，就去去那边游行这样子。嗯。 对，然后比较小声了一点点，然后好，没有没有，我想说这个我没有往前猜的意思，要记得取得积极的，对对对。然后总之就是，我们就大家去那边，然后就会，但是我第一次跟呃民众见面，然后其实有很多。 人来就是特别来看我，有一个女生还做那 L D 的那个手拿牌，然后跟我帮我跟我说加油这样，然后我想说哇，好，他把你的名字写对吗？啊，还写莫莉林西。我想到 L E D，把所有弄出来，真的很重，很重。像五龙武士一样，你那么强大的吗？没有，不是。然后就是其实有很多女生来，那发现说其实有女生也也有在也支持我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年轻人有，嗯大概你指年轻要到多少？ 呃呃，四、呃、十、呃、以下，以下 <laughs> 我们自己还算，就我们当然超过了，<laughs> 但我现在还算，<laughs> 我觉得你自己也会，随着我们年龄增长，我们就会提高。数你这个你个六十才，我们也是晋升的，自己、那個、很, <laughs> 很高兴。他其实大概，我觉得大概五十岁以下都有的，只是都还是有的这样子。但然，我相信很多人有可能是因为投我是,是因为名字太长了，真好认这样子。然后你说租个票。嗯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做人在倡议的时候，不要计较那么多细节。就算他是猪哥票怎么样，嗯、今天我就是上了，我才能倡议。我今天要是没有上，我就不能倡议这些东西了。对，嗯，我根本不在乎有没有猪哥票。我觉得有猪哥票，我也很感谢，因为每就算是猪哥，他也有也也有一票啊。对啊，对，每个人都是很平等的，就是每个人都是手上都有票。嗯、我不在乎他是不是猪哥票，我觉得就他猪哥票，我也很感谢他，嗯、就是他愿意来认识我，帮我盖章或者了解我,我觉得都很好这样子。嗯